爷爷，下个星期就是农历新年了，可是感觉今年没有什么气氛呢。真的，因为这个行管令重启了嘛，所以感觉上大家都不敢出门办年货。嗯，是啊，其实很多商家新年前会大量进货，现在销量一定是受影响了。哎，对啊，那待会儿呢，就让我们守着火力加油站，听听专家有什么应对方案。